第七课，生日快乐。礼物，礼物。花，花。蛋糕，蛋糕。生日，生日。送，送。给，给。八，八。但是，但是。快乐，快乐。明天是妈妈的生日，我们送她什么礼物？我们给妈妈做一个蛋糕吧。你会做蛋糕吗？不会，但是我会画蛋糕。妈妈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们送您的花。太漂亮了，谢谢。妈妈，现在可以吃蛋糕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妈妈生日快乐，祝你每天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妈妈生日快乐，祝你每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？我想要花。男的会送女的什么？二。你吃蛋糕吗？这个蛋糕很好吃。谢谢，我不吃了，我不饿。你的现在觉得怎么样？三。今天几号？今天三号，明天是我的生日。哪天是他的生日？四。生日那天，你快乐吗？快乐。我最爱和小狗玩了。你的生日那天做什么了？